送卖台湾的水果，好不好？因为刚刚你发的这个是什么传单？哦，那个我是高奶吗？传单上面很好吃啊，超好吃的，好吃的台湾的 mango， 还有呢？我超爱的啊，还有みんな買って，请大家购买一下啊，应该是芒果的季节是可能是六月份吧，但是那个现在可以订购了，所以请支持那个搜狗百货商店的啊。芒果的什么芒果货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芒果。